자, 연길 서시장 한 바퀴 구경하겠습니다. 哥，这是谁呀？啊？
金海，你家金海的，啊，新隆基，新隆基，我们是老湖水产，啊，改名了，老湖水产，啊，你是哪儿的？原来在烤什么？南园馆，啊，丁香馆，啊，哎，不是新隆基吗？你家原来，新隆基是外面那个有水产店，啊，不是你家，我认得你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我是老湖水产，加入微信吧就知道了。我现在没在这儿。在韩国。啊，韩国。啊。那你没事，你加微信吧，需要咱们联系我吧。啊，是吗？行。水产那个跟日本那个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日本料理店有。啊，不是，有影响吗？那个。没啥影响。那喝水扔吗？没啥影响。啊，没有影响。现在暂时没有影响，没有影响啊，这它不是那个日本海的啊，不是挪威的，啊，芦苇的，挪威，挪威，啊，不受那个日本的影响啊，那还行，不是，啊，那还行，嗯，哎，麻烦，这个你拍照了，不用拍照了，拍的，三文鱼，拍照了，三文鱼。这是挪威真正的鳗鱼，鳗鱼海鳗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对，七星的，这个七星你这里照，你贴上，七星，哦，七星，你有照不着啊？有，它自然就没有，这个也是自然的，这有什么网？有网，这个是那玩意儿吗？这个。
小老太太甩手的这老太太，是吧？羊肠料，羊肠料辣的，好吃的呢？好吃的，我家真的好吃。最好吃。尝一尝。多好啊！对，怎么卖？1.5块，给你4块钱吃。你尝尝，买呀，很好吃的。这是微辣的，这是特辣的。像，刚才一个上韩国带也是带的这一种，这是不辣的。你尝一尝，没事。那、啊、我家这个砖囊卖的可快了。嗯，这个辣哈、啊。这个辣。微辣。这个一般正常的话都吃这个辣度也可以，特别有男生能吃辣的，这样的。这个太辣了。这个太辣了，又拿这一个。嗯、这个怎么卖啊？这一给你4块钱算吗？一两。嗯。一两多少？一两没有多少，你几个人吃啊？三个人。三个人吃3两就够了。这样的，再加点，再加点。嗯，行。喜欢吃孜然，你加孜然。嗯，孜然，嗯，加点孜然。要2磅。啊。25块钱这两个，行吗？行。这样多少钱？25。啊，25。嗯。行。Thank you.